9月13日，有网友通过微博曝光一组在日本街头偶遇疑似郑爽和男友张恒的亲密照片。照片中，郑爽披着一头短发，身穿一身黑色休闲服，显得身材更加的纤细。旁边还有她的男友张恒，两人又是手牵手，又是勾肩搭背，十分的恩爱甜蜜。而郑爽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满屏的幸福感。此猝不及防的狗粮惹得众网友围观，并纷纷留言称：“真好呀，这个背影真的很优秀了。”遇见的人说，郑爽走路带风，360度无死角，羡慕，好想见我家妹子一面。